那就是台北市101董座董事长人选爆出了大黑马，现在最新消息传出将由艺人贾永杰来接任，而且101预计在下个月3号9月3号进行公司董事职位改选，但今天本台记者致电贾永杰本人并没有回应，不过稍早他亲自在脸书上发文说人生下半场预备备迎接新挑战，附上跟101的开心合照，似乎用发文也间接证实要接任101新任董事长。